国之大者，就是责之重者。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，使命召唤，责任在肩，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，大力发扬三流精神，积极投身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，不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和人民政协事业发展，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